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小米速7啊，已经推出了好几个礼拜了。那最近啊，越来越多购买小米速7的中国网友啊，在网络上纷纷讲出，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状况。每个人的状况啊，也各不一相同。我们可以得出啊，小米速7的这个品质啊，确实是参差不齐。那我们现在就一一带大家来看这一些众多的中国网友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各不同的状况，造成了大型的翻车现场。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一步是有人在质疑小米的安全设计，就是门把的问题。带大家看一下，那么致命的一个安全设计缺陷，竟然全网没有人去说，被全网车评人夸上天的隐藏式门把手，竟然没有机械开关，只有一个电子开关。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撞击断电后这车门打不开，车内人员意识模糊或者昏厥，你怎么施救，怎么开门？有没有小米的工程师能告诉我，这么逆天的设计，你们的开发团队到底是咋想的？就这玩意儿还申请个专利？人家大众的隐藏式门把手呢，是既有电子开关，又保留了机械应急开关，还保留了机械钥匙开关，这小米连抄都抄不明白吗？确实啊，为什么欧美的各大车厂不只保留那种电子开锁的技术，一定要还有机械式的？我觉得就是怕这种原因，对吧？而不是人家没有能力做到。但是我们反观，为什么小米要撇弃这个机械式？因为他要跟欧美做出区别，他要骗那些不懂的人说，你看欧美还保留机械，就代表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电子技术，对吧？我们中国伟大复兴的，所以我们推出这个，我们不需要机械，因为我们不有任何的状况，所以啊，做出差异化，那这个不懂的人会觉得，哇，小米高科技，中国又牛逼了。你就算成本控制只能保留一种开关，也要保留机械开关啊。隐藏电子式呢，虽然不怕冰冻，但是在紧急时刻是真要命的。光这一个细节呢，就能看出安全开发团队的整体经验了。你打开懂车帝看一下，就算是比亚迪海豚还是面包车，用的都是那种机械开关啊。你别看机械这东西的传统啊，但是往往在生活中呢，越是那些传统的办法，在关键时刻它越管用啊。我快被小米的水军骂死了，就因为我说小米速7这个门把手没有机械应急开关，只有一个电子开关，在紧急断电、人员昏厥的情况下呢，是外部是无法开门的。还有人拿出专利图说我不懂技术，说人家那个门把手已经不需要电驱动了。大哥，你们是没有任何阅读理解能力吗？人家说的是没有那种隐藏式门把手弹出的那个电机的电驱动，不是说你的开关触发不用电。图中可以看出呢，里面只有一个电子按钮的复位弹簧，并没有任何拉绳的机械结构。而且呢，雷总自己也说了，人家这个门把手呢是电解锁呢，还在这犟呢。还有人说这个车会断电自动解锁的，你当这个车门锁跟你家那个磁吸门是一模一样的原理的？解锁和开门对于它本质来说是两个动作，你们可以在懂车帝去查一下车门锁的基本原理。真要是断电瞬间解锁加开门两个动作一起来的话，人不得直接给你甩飞了？其实它车门里面内部呢是做了一个机械应急开关，只是外面的门把手呢并没有预留，确实会增加因为事故打不开车门而错过最佳救援时间的风险。咱家里的智能门锁都预留了机械开关和钥匙孔，一个车门上都不给你留，有点说不过去吧。那我就在这条影片下面的留言区啊，看到一些小米的支持者说，对了，虽然我们小米速7啊没有保留这个传统的机械式门把，如果一旦发生了车祸或是断电的危机啊，那救援队啊就可以把人从窗户拖出来，甚至说这个车内的人意识是清醒的话，他也可以自己从窗外爬出来，非常的赞。那如果是体型比较大的车主或是这个乘客呢，你觉得从窗户爬出来比较方便呢，还是机械门把直接打开人拖出来会比较方便呢？当然还有粉红说，只要这个不重度昏迷的话，他是可以自己从里面把车门打开。这讲什么废话啦，你到底在讲什么废话啦？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带大家来看。尴尬呀尴尬呀，已经半个小时了还没有把它给取下来，已经三次了。第一次是邻居路过帮忙的，第二次是不知道怎么样就瞎搞给他搞下来，今天已经搞了半个小时，愣是没把他给拔下来。这个怎么搞呀，太尴尬了。那看到这个小米充电跟电池的问题啊，让我想到前几天我做了一条影片，是关于中国一些城市啊又在集体扩大的没收电动机车、电动脚踏车，对吧？而有一个住在海口的中国网友啊，他的电动机车也被没收了，但是呢他有带赎金去赎回来，结果赎回来的时候发现里面的电池没了，然后工作人员呢还要他证明你这个车子被我没收的时候里面是有电瓶的，是有电池的。所以大家知道中国一些城市为什么一年一度每年都在没收人家的电动车，不管这个人有没有戴安全帽，或是他有没有非法改装，或是他有没有挂牌，这个都无关紧要，用任何理由去把你没收了，你都不能把人家的电池拿去倒卖，对吧？那这个状况在中国是少数吗？真的是啊，中国各地政府薅钱的方式都不一样，太暖心了哈。是我去拿的时候，那个电瓶没，那个电瓶没了，大家叫我找证明车上是有电瓶的。我说我那个车是开的时候被你们抓的，那你要叫我证明就证明。我们接着继续看哈。
如果你能找出在百公里3.5秒以内加速，刹车皮面积比小米苏七 Max 更小，而且卡钳比它更短的车型，我向小米公开道歉。小米苏七 Max 在天马山赛道跑了4圈多就撞车上，应该人尽皆知。我质疑小米苏七 Max 作为它2.78秒的且车重达到2.2吨的高性能电车，在刹车冗余度上留得太少了。它的刹车皮是真的很薄，4.5圈就把刹车皮全部磨光。踏板本身存在着与刹车状态结偶的问题，导致车辆发生热衰退之后，车手可能都无法及时的感知。而杠精们跟我说什么呢？说我们本来就是家用车，您想使用绝对够用，你为何要按照保时捷或者按照赛道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呢？嘿，我就觉得奇了怪，你明明加速和性能是按照保时捷 Taycan Turbo S 标准来定，怎么我聊刹车的时候就变成按30万价格来看呢？对，它的确日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买小米苏七 Max 它真的只是纯家用吗？它是否有着比较高的跑山或者是赛道简单跑跑的需求呢？你既然性能达到这个维度，我是否也应该要求它按照性能车的标准量给予更高的刹车冗余度呢？但是没有，我手里拿的是一个飞度赛车的刹车皮，这些赛车不到1吨重，但它前刹车皮的面积都比小米苏七 Max 的皮要更大。我想问你，一个2.2吨重、2.78秒百公里加速的性能猛兽，配一个如此之小的刹车皮，而且还很薄，这样的做法真的安全吗？而那么大的卡钳配那么小的皮，除了是营销噱头或者是表面功夫之外，你又能做何种解释呢？哦，对了，按30万价格来看，特斯拉 Model Y 普通版它的前刹车皮的面积也比你小米苏七 Max 更大呀。所以我想问，你按价格来算，你也不合。小米苏七这款就纯粹是噱头，纯粹出来为了出而出的，为了让中国整个国家有面子，跟这个去年的华为一样嘛。我为了出而出，我为了让世界知道我没有被全世界制裁晶片而中断我中国的手机发展，这个也是为了出而出嘛。你到底是要走哪个路线？不知道，学的是不像，这中国特色嘛。我们接着继续看了。上午才提的小米苏七 Max 创始版，现在呢车企又出现了问题，真的首发还是要谨慎啊。咱们来看一下，牛逼！现在呢这个屏幕上显示这个车辆异常需要检修，上午呢才从这个小米 4S 店开出来，但是现在车子就动不了了。刚才我们根据这个小米客服的指示强制重启，但是呢重启完之后还是没有用，现在车子还是走不了的状态，再把车拖回无锡的小米 4S 店去。你以为这是个案吗？还有嘞，接着看。现在你看这个我们在高速上，然后这个小米现在定位一直找不到啊，现在信号是5格的啊，一直是刷新不出来，一直是在跑偏的状态。我们现在在高速上执行，然后我们退出重新设一下啊，是有信号的，看完全有信号的，然后开始导航，但是还会出现定位那个偏的位置，这根本不在高速上。对这种情况我在网上抖音上看有其他车主遇到过，应该不是个例了，应该就是卫星定位的问题，一直搜不到信号。我们已经试了大概10分钟了。我自己在台湾开车啊，除非是没有讯号的情况之下，不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有信号的情况之下，到底是你们那个北斗卫星有问题呢，还是这台车有问题，还是你们中国电信有问题？挑一个承认啦。我在欧美国家自驾游这么多次，各大车牌我都开过，宾士啊、保时捷啊、 Volvo 啊、奥迪、BMW 也全部都开过，也没有这样的问题。真的是我怀疑啊，又是美国在搞科技战，美国在搞气象战，用那个什么三体的那种质子干扰，对吧，然后让你们这个讯号传不出去，让你们活在这个虚假的世界啊！一定又是美国人搞的鬼啊，太坏了。我们接着继续看更夸张的现场大型翻车打脸版的影片啊。直播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刚才他往右偏的时候，我以为他要出匝道、okay. 我以为他要出出口，我就没管他、结果他冲着那个水马去了，吓我一跳。又不瞎，他刚才干嘛要撞？他要他进不去。哦，他刚才是不是有车？他没对，刚才有车，他没拉稳定，然后他就提示，刚才提示，他语音播报提示，请手动回入车道。但是他播报时间有点晚，因为大家看到我刚才变的时候已经马上就要驾驶线了啊。对，就已经要马上要驾驶线了，导带了嘛。好吓人啊！哇，这一个紧急刹车的。哇，又一个，只能在他们之间。哇，他这一下制动也很突然啊！我说实话啊，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应该会做出这样一个表现。在遇到前车减速的时候，制动的时机有点晚，然后导致他想控制车距的时候，制动介入有点突兀，以及力度有点大。你们也太吓人了！你们刹车、大家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跟我2017年去中国的时候遇到的状况一样，在高速公路上转弯切车。都不打方向灯，会打的人有非常少，他们连那个客运都不给你打方向灯。哦，原来2024的现如今还是这样。你不是说只有一两台、两三台没有打，是大多数没有打。虽然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啊，他们多数人也是不打方向灯的了，但我觉得中国的状况比意大利更严重。接着看下去，前方在五环主路的最左侧快速车道有一辆青岛车，对，占道行驶，很慢的行驶。我们看看这台苏七，它会不会自动的去？又一个超车，这边是已经识别到了，他识别到他了，他应该会跟一会儿，我们就跟人一块扫吧。但是后方都是车辆，对，右侧都是车，他也没有哦，给到了向右超车变道的一个超车的 ，OK， 找到机会变道超车，哎，别停了，
你去接管了吗？没有，最后这边它是识别不到车道了，然后需要我手动去把车拽回来。啊，那这个情况其实处理不是很完美，但是这也是一突发情况是吧？刚才这辆车是跟在咱们后面的，然后咱们在变道过程中，它一脚踩上来了。啊，就是明显就是不是很想让。怎么了？哇哇！对啊，他为什么？他感觉你要撞。好奇怪啊，这个很危险啊，这个动作。触发了紧急制动了。对。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哪有车啊？就是对面啊。这个太夸张了，这太夸张了，这个。这个小米的科技太厉害了。牛鬼蛇神阴间的东西它都侦测得到，旁边有什么我看不到了，三体的质子吗？还是这个死去的毛圣上他的灵魂在这里被侦测到，百思不得其解哈。好，那距离我们六式坦克移动 Touch Me 的第一波预购4月21号截止日快到了，想要购买我们衣服的还没购买的赶快趁这几天下单啦、第一波预购才能确保你在6月4号前收到。那购买连结跟限时专属优惠码我都会放在资讯栏，点开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喜欢记得订阅，不喜欢记得一定要帮我封锁，我是八号，下期见了，拜。